手指练习，将右手放在高音谱表第三间的 C 啊，高音 C 的位置上，开始 C G F G E G D G C G E G C 二三四，好，左手试一试，开始。现在我们将左手呢移动到中央 C 的位置上，右手呢回到高音 C 的位置上。好，准备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。一二三，一二三。